这么一条路儿，就拿出两个啥也不鱼那个字啊，是你鱼钱太硬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轻人啊，工作都忙，我也不麻烦你了，上什么医院？你给我两个钱，我自己去行了。我这还放心，万一哎呦，那么简单了？哎呀，粉丝一身无责了，现在已经，你该赔了吧？哎呀，这么严重啊？你赶快拿钱吧。行，多少钱？9万9。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大木啊，恁这碰瓷的也讲究个吉利数，长长久久啊。哎呀，你哪你们啥废话，现在你出去随便打听打听，这不就是市场行情吗？都这么个价。大木啊，38度的大夜天儿，便宜点吧。我没说，你随便打听去吧，我这就算最便宜了，9万9，分一分都不行。哎呀，便宜点你就当开个户啊。我跟你说几遍，不行就是不行，赶快拿钱！你看我了，你还敢磨叽？哎呀！夜天的，哎，这送风扇真好，质量不错，给个好评。哎呀，得吃个干脆面，慢慢跟你耗，看夜不死你我，我让你捧我吃。这哪么这么长时间了，咋还没赚着钱？哎呀，这哪么还吃个方便面子？你这哪么还吃上方便面了？你不该会给我砸钱吗？哎呀，慌是吗？我不得信任信任跟谁砸？万一他没钱，不白打电话了吗？哎呀，你是怎么磨叽啊你？哎呀，等等吧，你别着急嘛，你好饭哎不怕完。哎，你快点啊！碰上点事儿，急着用点钱，不多，你借给我9万9就行了。啊，再等个3天4夜的。啊，好，行吧，好，谢谢你哈，拜拜。哎，这么夜的天儿。有点缺水，也不冲不冲。哎呀，小马啊，你这还不得哈水？那么你这钱了没有？这是啊，那大夜的天你说，哎呀妈呀，热死我了。是啊，我在这了，就是吧。什么时候拿的呀？赶快的。那个，俺闺蜜说得过个3天4夜的才能倒出来给我。啊？啊。
我给踢踢他。那样了，你赶紧回去回歇过来，多补些汤。这都是你挪玩的，可不下了哈。啊，好，我踢踢他，我踢踢他。啊，好好好，你快点啊。啊，好。黄，哎，不黄不黄，吃点东西补充点体力。一会儿又不要再叫个外卖，送点冰淇淋来。怎么给我打过来了？喂，丽丽。啊？这？哎呦，这得等到过年春天啊。啊，行吧行吧，你走近我请你先用哈。啊，我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，没事儿，放心，不影响咱俩关系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哎，苏妈，什么方法？咋的啦？啊，要快点说啊！你说你咋大眼圈的？还行吧，我这出来不一样，一吹一哈的。嗯，可不是那么的。哎呀，我可真受不了了！那你快点说怎么咋的？俺朋友说，这三天四夜的也送不来了，这也是集中钱，在过年春天就再给我了。你别着急哈，没事。哎呀，我勒个天！你可不你不着急吗？你说你在个厂里边啊，太阳了开空调，不太阳了吹电风扇，烫那水，吃那方便面，我勒个！哎呀，我勒个天！这大夜天的，这算是多大？好绝啊，不是要来搏击吗？哎呀，你快点的吧你。没事没事，你继续这样做好了，保护些汤哈。这样我一会儿接个外卖，让他给你烧点麻辣烫吃吃哈。行了行了，没事，我打电话再去。不慌不慌，保护些汤，保护些汤。啊，好好好，你快点啊。啊，好好好。哎呦我的天。都有不有钱你们能不能咋的呀？没有啊，我就跟你说啊，我明天你让我咋对不着我电话了叫我啊。不是呗，你这是咋回我不来的啊？我没回你啊。快快回家，我得这子我回去唱。这散了吧散了吧，我回去死了，我回去我回去唱。哎呀，这大夜的天了，我看了我再等几天，能把我给唱高高啊。行今天没事，我点个外卖。来，换我倒霉。哎呀，我可不和你好了，再玩会儿呗。拉倒去吧你。